看来郭家见过灵王。原来是郭家子弟，既然这样，就饶你们一命。谢叔，这就是咱们东南亚四大降头师之一灵王吗？坐骑白虎，容貌枯瘦，不是灵王是谁？可是谢叔，灵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传说无悔谷中有仙人的宝藏，可惜数百年来前去寻宝的人都命丧黄泉了，灵王显然也是冲着无悔谷去的。这一路来遇见的强者不计其数，看来都是冲着宝藏去的。暖暖，咱们要不还是回去吧，这太危险了。嗯，都走到这里了还能回去？至少得看一眼无悔谷吧，而且那些强者总会给我国家一点面子的。这就是无悔谷吗？小姐，咱们已经看到无悔谷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不，都到这里了，至少得去山谷那看一眼吧。这就是无悔谷，好一个阵法。无悔谷乃是举世皆知的险地，有去无回，你们真要进谷？灵王你别装了，我们汇聚在这里不就是听到消息说这里是地仙陨落的秘藏所在吗？不错，我确实听到消息才来这里，但这消息怎么传出来的我却不知。地仙这等存在应该是那些神境强者们惦记的，关我等何事？你们说这消息是不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？故意放出来为的是什么？错局，引人上钩。又有人来了，一群普通人也敢来，真当这里是闹着玩的？我的天，灵王，赤蛇尊者，古太拳王，这么多强者都来了，绝对有大事情发生。地仙秘藏就在这里面，该试着入阵了。啊，不愧是地仙秘藏，这个阵法不简单，只能先用神念解析阵法的运转流程。那个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找死！谢叔，有办法救救他吗？小姐，这是他自寻死路，不关您的事情。原来是三个大阵连环，阵中套阵，我明白了。你刚才在叫我？怎么回事？那不就是个普通人，赤蛇尊者这是怕什么？难道印尼奶渣菜拜见北玄仙师？拜见北玄仙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早该想到了，带着一个卑贱侍女姓陈的华国人，除了陈北玄还有谁？你刚才似乎对我说我在找死。不不不不，我说错了，求先生饶命。你的蛇想咬我，我杀了他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绝对没意见，是那头畜生找死，先师杀得好。我要进无悔谷，你们有意见吗？绝没意见。也只有陈仙师这等站在世间巅峰的强者才有资格取得地仙秘藏。你们也知道地仙秘藏，这消息不应该是绝密中的绝密吗？这消息是在最近几天传起来的，我等也是因此才匆匆赶来的。看来这是有人故意传开引我入局的。陈北玄，你终于来了。又一个神境。好像是洪门传说中的那位老祖。就凭你一人也敢来与我为敌？陈北玄，你确实强大，若论单打独斗我绝不如你，但我既然敢设下此局引你入内，又怎会独自前来？是特种部队的飞机。谢兄，来得何其迟也。九位出世去见了几位故人，略耽误一点时间，还好未无正事。龙堂谢家子弟谢敬堂拜见龙主，敬堂此生能见到先祖一面，死而无憾。唉，赤儿，起来吧。神境中期巅峰，他比你略强，
但就凭你们两人想对付我还差得远。如果再加上我呢？原来真的是局呀、啊！原来我们只是一些被诱饵吸来的可怜虫，人家布下这个千古杀局，针对的是陈北玄。踏天而来，横绝长空，这简直像神话故事里般。林树明，不像啊！我家主人何等人物，你还不够资格让他出关。杀你，凭我掌中三尺长剑就够了。陈北玄，你若能立下神魂誓约，发誓永不与我等为敌，我等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就别怪我们三人联手，以大欺小。